梁宣旭議員。多謝主席，各位同事，我今日嘅議程前發言係關心澳門的土地政策，要求政府盡快完善現在的土地管理的政策，以捍衛澳門的土地資源。澳門土地資源稀缺，居民長期以來對住屋、公共車位、教育、文康、體育以至餘下活動等各方面的社會設施配套需求甚殷，而政府亦都因為缺乏辦公大樓而每年需要花費大量的公帑租任私人的樓宇作為辦公室或者貨倉。而對此，政府多年來一直以無地作為借口，沒有積極回應社會的訴求和實質的需要。而新舊土地法也強調要有效地去利用土地，而根據相關的法例，特區政府有責任跟進批給或者佔用土地的狀況，並依法或者按照合同的規定科以倘有的罰則，以達至監管的目的。而針對非法佔用屬於公產或者私產的土地者，應按被佔用的土地面積科處罰款，而最高罰款的金額為澳門幣300萬元。而且根據土地法第201條的規定，對違反本法的規定的行政違法的行為予以處罰，而處罰的權利屬於行政長官。雖然有相關的法律法規，但長年以來政府的土地管理能力卻深受社會詬病，除了反映現有的土地的監管機制存在缺失之外，社會亦都質疑負責監管及處罰的部門是否存在失職失責的情況。而當中到底當權者是無畏而治、沒有網管，還是涉及刻意放生，甚至是存在利益輸送的問題，實在疑竇叢生。澳門土地資源緊缺，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在於政府對於土地資源管理不善，未能夠將珍貴的土地資源用在有效運用在促進社會發展、改善民生之上，任由大量的土地閒置多年而不作發展，嚴重損害特區的利益，甚至非法佔用國有土地、破壞自然環境的事件時有發生。就政府的監管和監督的疏失，社會敦促政府當局要有切實履行盡忠職守的責任。而對澳門珍稀的土地管理好、使用好，一直是社會的一個訴求。而工務局在今年5月回覆本人書面質詢的時候，就路環黑沙海灘附近的非法佔有國有土地的個案，當局已完成預審的聽證，待完成行政程序後便可以安排清遷的行動，並會要求非法佔用國有土地的負責人採取回復原貌的要求。然而雖然有關的質詢已經出了超過3個多月，但有關的跟進工作至今仍然未有下文。而工務局亦都曾經表示正研究引入視像監測系統，以協助土地監管的工作，以避免非法佔用土地等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再次發生。而當局將完成具體的方案之後，再次實行招標。為此，本人敦促政府要適時向公眾交代相關的個案的跟進情況，以及相關視像監測系統計劃的執行的進度。此外，亦都希望要求政府當局盡快完善現在的土地管理機制，以捍衛本澳的土地資源，保障公共的利益。多謝。